Hello everyone，欢迎关注卡卡足球解说频道，我是主播卡卡，我已经这个从事足球解说行业已经3年之久，是一名体育爱好者，希望大家多多能关注一下主播，咱们这边会每天带来这个足球赛事、篮球、电竞等等一些赛事推荐，大家记得点订阅哦。周二0-11欧洲杯，匈牙利 VS 葡萄牙，客队近况。葡萄牙是上一届欧洲杯的冠军获得者，这一次以卫冕冠军的身份参赛，自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。同时，葡萄牙也是本届欧洲杯冠军奖杯的有力争夺者，是夺冠大热门之一。提起葡萄牙，就不得不说 C 罗。如今的 C 罗已经36岁了。这有可能是他最后一届欧洲杯了，即使没有这个因素， C 罗也会为国家队拼尽全力的。主队近况，匈牙利国家队历史上曾经两次闯入世界杯决赛圈，可是在2016年欧洲杯之前，他们有长达30年的时间远离国际大赛。如今参加2020欧洲杯，是他们连续第二次进入到欧洲杯决赛圈。其实，匈牙利此前有过多次陷入死亡之组的经历，这种情形对于他们来说并不陌生，这早已磨练出了他们的韧性。面对复杂的小组形势，他们也并非完全没有一点机会。数据分析，匈牙利和葡萄牙在最近五场各项赛事中均保持不败。在双方近三次交手记录中，葡萄牙以2胜1平占据明显的优势。不过最近的一场交手都是在4年前了。匈牙利是否具备搅局者的能力，从这一场就可以看出来。而卫冕冠军也需要一场开门红来维护自己的声誉。本场亚洲数据为葡萄牙做出-0.75中位让步，随后调整至-1低位，支持力度有大幅提升。匈牙利恐怕凶多吉少。周二0-12欧洲杯，德国 VS 法国。比赛分析，周三凌晨欧洲杯展开德法大战。德国在上场热身赛以7-1横扫拉脱维亚，成功终结两场比赛不胜的走势。这场大胜无疑令全队士气大涨，不过需要注意的是，勒夫带队还是令人对这支德国队存有顾虑。毕竟世界杯早早出局的画面历历在目。德国队首战对阵法国队，想要取得开门红难度较大。法国近几年在国际比赛都表现不错。2018年世界杯也顺利夺冠，球队本次出征欧洲杯，自然希望弥补2016年世冠的遗憾。本场对阵表现不如从前的德国队，法国队有望夺得开门红。数据分析，双方纸面实力差距不大，德国还有主场优势。亚洲机构为德国做出-0.25的让步，倘若能维持下去，笔者还是能看好德国队，不过后续很快退到平手。显然机构也对德国队信心不足，既然如此，本场还是看好法国队全身而退。其他参考，周二0-11欧洲杯，匈牙利 VS 葡萄牙负，周二0-12欧洲杯，德国 VS 法国上负，周二102世预赛，巴林 VS 中国香港上平上负，周二103世预赛，泰国 VS 马来西亚胜，
周二104世预赛，阿联酋 VS 越南胜。周二105世预赛，沙特 VS 乌兹别克斯坦胜平。周二106世预赛，中国 VS 叙利亚上平上负。记得下方点赞、关注、评论，我们这边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回复，谢谢 ，Thank you。